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昨天持续来拆两盒的 Topps Crown 2002的版本。那其实昨天晚上手痒，偷偷拆了两盒 Jumbo， 然后两盒 Hobby， 然后卡在这边，还好没有额外录了，因为其实开的时候还是蛮烂的。然后特卡就是 Snell 的 299， 然后 Arnado 的 299， 这都是299的。然后再来是这个不认识，然后是 Cody Bellinger，Cody Bellinger 的是199，然后 Solar， 然后这个是 Morgan 不认识 ，Morgan 是99，然后再来是金亮的，这个我也不太认识，这是限量50的，然后限量25的是 Wainwright， 这个今年应该准备要退休了。然后签名刚刚好，两盒 Jumbo， 两盒 Hobby 是14张，然后开到的是这些不太有什么厉害的人，这是两盒的成果，四盒。好，我们昨天开的。那今天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拆两盒哈比，因为 Jumbo 剩没几盒了，那我们就来拆哈比吧。开始吧。好，第一个就中胜了。好，现在看这边，Matt Chapman、Morgan、Riley Adams、签名直接出来了，第一张签名。Metron， 两张签名直接出来，都是 RC， 但都不认识。
前两天 Layton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开，我不确定是 Top Crown 还是 Top Crown Update 或是 Series One 之类的，他没有开出 Otani 的 One of One， 羡慕。我目前为止一张大股的，只开了一张普卡的 Refactor 啦。哦，还不是哦，是普卡而已哦。哦 ，Refactor 开在 Aaron Judge 身上，这些都是特卡而已，还有这张 SP。好，我们来看这几包吧。Brohan、Morgan、Chris Shaw 的 Refactor、Brandon Lloyd、Nelson Cruz、Albert Pujols、Seager、Lamesio、Molina， 不会是签名吧？哦哦，这个是。超级 SSP， 这是 Case Hit 吧？但是居然 Hit 在 Morina 身上啊，可惜。哦，这是 Case Hit 吧？这个我再查一下。但至少目前拆了快。一二三四五七八盒才中一张这个，这个我查一下，记得是 Case Hit 还是超级 SSP 吧？这一系列 Heart of the City 非常漂亮，值得收藏。这不会真的是万能符文吧？胸背。
Josh Donaldson。哦，签名是，哎呦 ，Rivas， 阿西。Neil Cruz。我猜了七八盒，这是第二张扑卡而已。啊，好谢 Siri。这样子四张签都出来了。三张普签，一张限量签。后面也看到一张绿色的限量卡了。哦 ，Mike Trout 特卡。精英就没什么。Alexander Wills 99。这样配置好像都出来了，就两张签，然后一张普卡，一张特卡。还有四包，你要拆吗？拆啊！哟，还有一张特卡，蓝色的。RC 太空人。等一下，好像是有菜啊，好像是不是不认识，75的，可惜，那后面就可以更快速的带过了。你猜，应该是都没有了，因为我刚刚之前都猜出来了，再猜最后一包，你猜吧。
1、2、3，3张啊，那应该还有一张，还是说这张是多的？哦，不对，这张是多的，4张签名，各一张，然后这个是多的，我来查一下这张到底是。好，没了，最后一包。然后两盒哈比就拆出来是，两张限量卡，然后都不认识，虽然都是阿西啊，然后4张签名也都是阿西。不认识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拜拜。